金发女子不断咆哮，几名员警到场，女子仍狂飙脏话，一旁有人就怕她失控骂警察，赶紧捂住她的嘴巴。女子奋力挣脱，将有人甩开，上前找另一名长发女子理论。眼看她持续叫嚣，警方立刻将人上铐带回。事发在13号凌晨4点，北市西门町峨眉街，喝醉的确信女子突然朝着路过的机车骑士叫嚣，对方不满无故被骂，下车理论，双方越吵越凶，最后扭打在一块。双方发生口角之后，互相拉扯，造成邓女的大腿红肿淤青，因为缺女酒醉疯狂，警方先将其带反所管束。那本案双方互相提出伤害告诉，依规定受理后侦办。酒后失态，大半夜朝路人胡乱咆哮，甚至以拳脚相向，最后得吃上官司。得不偿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，里面真材实料。比方说，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，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，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，而且肥美。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